呼吸道感染可以从何处观察？婴幼儿常会有呼吸道感染的问题，家长可以观察睡眠品质还是精神活动力？精神活动力。多半医生很像都会关切到他现在吃得下吗？嗯，对不对？精神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就问这个会不会动？会动，就是有活动量，活动量够不够？小金牛，录完你就这样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